法人认为，受惠于汽车的售后维修市场景气好转，那么耿鼎前三季的毛利率大概是12.4%，优于去年同期的8.37%。法人看好耿鼎第四季在旺季效应的带动之下，不止单季营收可以维持成长，而且也会有机会推升整体的获利，达到全年最高峰。